要向他家里多学习，以后会越走越呀更好。哎，初次给他唱歌啊，确实有点紧张，因为我在我心目中就是他们唱得特别好，然后因为我太渺小了。没有，小米咱唱得特别好的，大家真的一起以后都坚持呀，他只是没有曝光。谢谢大家，因为我做网络的话不久啊，我做网络只有几个月。小桥玲珑不得了啊，知道你也有才呀、啊哎、我就是属于那种五大三粗的。你还五大三粗，我小你这就是小巧玲珑惹人疼爱的。谢谢大家。只是你迷咋不会讲话，他家真的是黑真呀陈呀、哎、我们都是真诚，其实我们在外面漂泊的人都不容易，能够遇到那么几个兄弟姊妹，觉得真的像一家人一样，非常的高兴。说实话，我的性格呢就是那种比较直的那种。为了你唱歌哟，出来的油啊，做个姊妹妹也足呀个。对，今生能。